壶浊酒喜相逢，共君多少事，共拂晓寒冬。看你喝成这样子，你怎么了？你什么样子？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这么多酒，上哪儿喝酒去？将进酒，君莫停。以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我说啊，一壶浊酒喜，你上哪儿喝了这么多酒啊？啊？我没醉。你王大义呀、啊，王大义，你以为世人独酌，唯你独清；世人皆醉，唯你独醒。你知道什么叫情？我就是喝一斤白酒，也比你清醒。你相信吗？有情。你就清不了，心里全是热血。什么清不清、清不清的？你喝醉了。我没醉，王大义。现在你该高兴了吧？赵君亮是我兄弟，我爸跟他爸埋在一起。现在好了。我要把我兄弟送进大牢了，你说我混不混？你说我清不清？你说我浊不浊？我恨你啊！我不愿见到你。你走，你回你屋去，我要睡觉。这是我的宿舍，你喝多了。如何成这样？让我起来。起什么起？我看你起不来。我要回屋。你等着，我这给你开门去啊。嗯。看见厂长了吗？没看见，我这到处找他呢。下车间了吧？哎，小李呢？哥找到了。哎，李元，无论如何你想办法拨300万给我买原材料。我这名品车间马上要试产了，没有原材料我怎么动工啊？300万，账上200万都不到。那我不管，你们财务部门就得负责我生产上所用的资金啊，是不是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现在全部都要确保155的生产线，我哪里有其他的资金再付给你们？我知道155生产线很重要，你其他之间你们不能不管吧？我也没说不管啊。你们财务部门干什么的？你没有钱，你得想办法解决呀、啊。你走路看着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我们的尾款什么时候还、啊？是，陈厂长交代过，但是我现在账上没钱，还不了。那我不管，你们厂长答应3个月还我500万的。现在我账上只有100多万。还有一大堆必须要缴的应付款都没付，我上哪还你500万？
你别骗我了，我知道你们上个星期刚进了1000多万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是有消息才过来的。1000多万有什么用啊？我刚一到账，那么多必须要缴的全部都缴光了，现在哪里有钱？早就没了。我是把你们厂长当朋友才这样做的，才答应3个月以后还款的。我还继续供应你们煤，你们厂长说话到底算不算数？算数。你账上没钱，耍赖是不是？行，可以。我请你转告你们厂长，跟你们厂长说啊，要是他再不见我的话，我就要去告他，我们法庭上见。哼，耍赖。何经理来过了，我跟他说你不在。他骂我，我都听到了。哎，给204车间拨点钱吧。厂长，等等。知道我来了以后，听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账上真的没有钱了。能不能不说？真的。真的，真的，刚才郎主席来问我要钱，就是因为账上没有钱了，又冲我发了一顿火。哎呀，这个郎三儿，当了官之后脾气也见长。不过你还是给他点吧，我答应过他。幺五五生产线上给他几点？那不行。幺五五生产线的资金不能动，必须确保。那我就没办法。厂长，您这套衣服穿了有1个多月了吧？怎么了？脱下来，我帮你洗洗。我去拿工作服给你换上。不用。你还是考虑给204车间的钱吧。账上真的没有钱。民品车间这些项目都是赵军亮选定的，说明他还是很有市场眼光的。是啊，他一手张罗起来，辛辛苦苦的，不容易啊。大哥，老刘师傅快不行了。上次医院检查不是说没事吗？是，这后来复查确诊上癌症。什么癌？肺癌，都扩散了，撑不了几天了。不可能，刘师傅那么壮，说话声音嗡嗡的，会是肺癌？医院确诊了，确实是肺癌。刘群东这个家伙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不告诉我，这事儿你可别怪刘群东，他是想着你特别忙，不让我跟你说。送医院了吗？送了，住了2天，自己跑回来了。说反正也治不好了，还不如回家跟家里面人多待几天。你这个工会主席是怎么当的？绑也要把他绑到医院去。绑？哎呀，老头子，你又咳血了又。没事，咱治这么长时间不见好，还是转到大医院吧啊。别。反正也治不好了，别糟蹋钱了。不用心疼钱。哎呀，你是全国劳模，看病100%报销。哎呀，报销我也不去。你要再这样，我把行动叫回来。别，行动现在是车间主任，不能让他随便请假。再说呢，厂子形势好了，有活干了，大家都有盼头。厂子好了呀，咱才更该治病呢啊！救命要紧。哎呀，我这辈子没富贵过，可是我风光过呀。在人民大会堂，我领过奖，见过毛主席。
可就一马心事了。老头子，我知道又想打孙子是吗？听说呀，大英在里边表现挺好，过几个月就该回来了。大心大心的，我的大心。为什么204的生产线总出问题？我们的设备没有钱大修，只能是哪坏了修哪儿。加班检修是经常的事儿。那都修了两天了，但问题到底是在哪儿啊？哎，王司令，这回的情况都比较特殊，也很复杂，这不正在查呢吗？这个故障不排除带病工作，肯定要影响安全生产。我告诉你们，过两天军代局就来医院收了。总出问题怎么行啊？好不容易拿到了订单，郎三。如果影响验收，我扒了你的皮。我郎三也就剩一层皮了，你随便扒。我就不信，我今天陪着你们，不管加班到几点，咱们要把问题给找出来。来得及好好休息，又跑到204车间来参加抢修，肯定是太累了，注意力不集中给绊倒了。就这样。我是负责安全生产。别说话，我们就是来了解了解你的病情，看看你。你闭上眼睛，接着睡。我还真困了。谢谢关照。出去以后好好做人，千万别再走回头路了。知道了，走吧。刘大新，过来。你们是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188厂的程厂长。厂长。程厂长今天特地接你回去。来吧，大新。上车，跟我回家。走吧。站长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大兴。这次程厂长亲自到省里帮你解除提前劳教的手续，又大老远的接你回家。回去以后，你一定好好表现。是。要吸取教训，不要忘记了。
大秦啊，我们了解了你在劳教所的表现。郑院长说你学习很积极，劳动也很积极，这说明你是个有上进心的孩子，所以才能提前接受劳动教育。回到家里以后，好好孝敬爷爷奶奶。一个月以后，到厂里来找我，我给你安排工作。谢厂长。大心呐！哎呀，爷爷来了。厂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在这儿？你爸爸病成这样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爸他不让我告诉你。大心回来了，上去了。大心回来了。嗯，快去吧。大新回来了，大新，大新，二叔，哎，二叔，哎呀，这下好了，咱们一家就团聚了。程厂长，你回来了，你怎么回来的？程厂长以工厂的名义做担保，专门跑了趟省司法厅，就让我提前解除劳教了。这程厂长这么忙，还惦着我这个病老头子这点心事啊？是啊，爷爷，厂长还教我好好做人，说过一阵子给我安排工作呢。真的？嗯。哎呀，哎，爷爷您慢点。他爸也蛮高兴的。哎呀，这下好了，幺八八厂有救了，我大孙子也回来了，我就是死，我也能闭上眼睛了。爷爷，别瞎说，您能长命百岁。哎呀，我的大孙子。该想办法想办法，你成天窝在家里算什么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等着呗。我可告诉你，我该找的人都找了，该想的办法也都想了。这些人可好，都躲起来了，还不是因为我们上面没人。我自己做的事儿，我自己承担，大不了我就去自首。哎，事情还没到这地步。刘工程师，厂长，感觉到这车间主任的分量了吗？感觉到了，很困难。现在时间这么紧，人手也不齐。现在车间有太多的新工人，大多数人呢对生产设备不熟悉。以前参加155生产线的工人呢，有的退休了，有的是其他车间的技术骨干，我们要不来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一切服从155生产线，155要人，谁都得服从啊。话是这么说，落实起来很困难。困难什么？把你要的人名单告诉我，我来调人。退休的职工我可以返聘，但是必须按时出场。真的很困难。我不要听这困难那困难的，克服困难是你的事儿，我想听到你说怎么办。我在兵总领导面前胸脯是拍紫了的，
你给我来个很困难，你这不是让我欺骗病总领导吗？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可我要的不是一句空话，而是必胜的信心。你放心。还有件事情，说。哎，算了，没事。有什么话说嘛。其实，我一直想跟你说，谢谢。说完了。干什么？放手！你跟我回去休息。我好了，我能吃能喝的，就这个胳膊不能动。医生都说得适当的活动活动。那你到医院院里的那花坛溜达溜达不就完了吗？不行，我三天不到这地方来，听不见这机器的响声，我闹得慌。这你还不知道啊？是。那行，你就来听听这响声。但是不许管事儿，啊！不行，我偏管。搞清楚啊！我现在是一把手，你是副厂长。哎，怎么，想篡权啊？行，我是副厂长，我听你这个一把手的。哎，咱们来这个188厂已经一年了吧？嗯，时间多快！记得刚来那个时候啊，188厂一片萧条，破败不堪。垃圾成堆，每天晚上停电。现在生产已经全面启动，到这个环境里一转啊，心情好，心情一好，对这个伤口愈合就好。这是个好理由。陈厂长，王书记，您让我查那个个别产品有轻微磕碰，已经找着了，是检验员拿工具碰的。因为检查产品质量破坏产品的外观，这个检验员不合格，你要不然就给他下岗培训，要不然就换一个工作。我准备在全车间开展质量意识培训，每天下班前学习半个小时，进行质量互查。你看，主任，我们的产品是高科技产品，我们的外观一定要像工艺品一样的精致，好吧？好，那你忙。行。哎，你这个主任选的不错呀。那你得说咱的眼力好。杨志广、杨志科是兄弟俩，都是主任，可是完全不一样。北方军代局什么时候来验收？说是下个星期。好啊，生产已经全部恢复了，现在就看看155生产线能不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王大义啊，王大义啊，你就是个操心的命。想不到啊，这么短的时间就拿出新产品了，这下子看到我们188厂的实力了吧？告诉您，我们厂虽然不景气，但是科研力量很强，一直没停，还弄出很多新的科研成果。哎，不错啊。这几天范总啊带我参观了你们研究所还有生产车间，总的印象很好啊。啊，不过让我担心的就一点，能不能按时交货呀？放心吧，100%的没问题。好，老刘，验收通过了，那这次军品订单就交给我们了。好，新的军品订单就交给你们188厂来生产啊。不过有个要求啊，价格必须给我降10%。老刘，
我们生产工艺、生产成本你是知道的，再降怎么降啊？跟你说啊，新的军品啊，这采购有制度，知道吗？既要求生产厂家有高质量，还有低价格吗？是不是？国家的军费有限啊，一定要降一下，知道吧？那就5%。我跟你说啊，上次给我拦了一车这个什么骨肉绿化，必须10%。我就知道你不会白帮我。好吧，10%就10%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我听说怎么又背了个记过处分呀？这是谁说的呀？我做那么多好事没人说，啊，就犯那么点错误，全世界都知道。那还叫犯了一点错误啊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要不是兵总护着你，早就撤你的职了。因为这事儿，我被牵连着也做了检查，听见没有？把别人也给牵扯进去了，这是哥们儿。这，哎，大厂长，这可有损你形象了啊！老刘，保密。二位领导，什么秘密啊？哎呀，我可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啊！你们的厂长啊，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呐！啊，老刘，啊，晚上我请你喝酒。哎呀，这好啊，有酒喝，那我可什么都不说了啊！哎，李元，厂长，你吓我一跳！嗨，对不起，你这洗的是我的衣服，可不是你的吗？自打书记受伤之后，你就没一件干净衣服，衣橱里我也找过了，全是脏的。你这么做不好，我自己洗。有啥好脏的？厂长，你也把嫂子接来了，应该有人照顾你的生活。我自己能照顾我的生活。你这样做不好，来。有什么不好的？哦，你怕别人说三道四啊？深圳不怕椅子歪。我不是怕别人说三道四，而是我们当过兵的，都是自己洗衣服。你以为我是为你呢？不是为厂里的形象。堂堂一个188的厂长啊，每天穿的破衣烂衫，而且还很脏。我这鞋。开口笑了，
人家一看厂子不景气，丢了是我们大家的人。那双新皮鞋是你买的吧？是啊。多少钱？250，给钱吧，免得别人说我给厂长送礼。250，嫌贵啊？啊，不贵，下个月从我工资里扣。我就知道你没钱。你看你洗的什么衣服？这领子，可脏着呢。在家里都是用洗衣机吧？他怎么洗衣服还没骂？赶紧干嘛？让你看看当兵的是怎么洗衣服的。洗衣服。看看，看见了。厂长，我知道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我不是要进入你生活，但是你是我的偶像。我这样说不算犯错误吧？别闹了。陈厂长，陈厂长，你在吗？陈厂长，哎，在这儿呢。哎呀，在这儿。吴师傅，哎，来来来，快请您。来，您先坐。哎哎。哎，哎，厂长，这个老刘走了，我心里难过，想找你谈谈。嗯，你说的对，老刘啊，一直把咱们厂当自个儿的家，是主人。可我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呢？说是为了给退休老工人争口袋，领着大伙闹。可我们闹出什么呢？啊，闹乱了工厂的人心，闹坏了工厂的声誉。最近啊，我一直在想，我还能为厂子里边做点什么？我要学老刘头，当主人。你看，这是我那个去五几年的时候去那个前苏联学习的时候留下来的资料，还有我记得笔记，啊，记得挺多的了。你看吧，哎呦，这么厚的一大本，还有呢，那个。这个是我自己编写的，咱们厂的发展史，还有那个大事记，送给厂里边做个历史资料的参考吧。哎呀，冯师傅，那您先放在我这儿，我先看看。等咱们厂子以后有钱了，您来当总编辑，咱们把他们整理成册出版。咱们厂有那么辉煌的历史，应该有个文字纪念。哎呦。哎呦呦呦，那可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要能真把这事儿做成了，你又为厂子里做了一件大好事啊！哎呦，太好了！哎，对了，对我还有一件事儿想问问你啊。厂办公室主任小陈是赵金亮的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把他留在身边啊？一个人呢？不管他以前忠诚于谁，只要他对事业忠诚，对咱们厂子忠诚，我就留用他。小程工作能力很强，工作也不错，所以就留下他了。杨志广
不是咱们也用了吗？可这两件事儿吧，那个厂子里边有议论。都说些什么？有说好的，也有说不好的。厂长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你做的对，这才是你程瑞做的事儿。还是老冯师傅理解我。那我回去了啊。再见。这次整顿的主要内容就是结合制度，明确职责。我们188厂公安处最根本的职责就是当好看家狗。叫什么？我就是属狗的。处长，你不会咬我们吧？那要看你的表现了。大家知道看家狗是干什么的吗？咬人呗。不对，我来告诉你们，看家狗最根本的职责就是保护好国家机密，保护好国家财产，保护好工厂的主人，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。我们这个看家狗和一般看家护院的狗还不一样，我们不仅要咬外贼，而且要咬内贼。这什么呀？三炮，咱们发了。是，这些铜线是军用物资，有人出高价钱收买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我吃上呗。齐队，齐队，马二杆现在正在409车间，他们现在正在偷一些军工物品的铜线。车间偷军工物资，我准备今天收网。好，一定要人赃俱获。嗯，好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啊，马尔敢又出动了，七天他们准备收网。抓马尔敢？对，太好了，我就等着这一天呢。你干嘛？你这么大的干部，工会主席、车间主任，要沉着。我，你要去了，那么大个车间谁管？我去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你是厂长，你啊，干活干活，没事。来，再来一个，等会儿，来。
会儿等马二杆的车过来，我和小李负责检查，你们两个控制住三炮。是是，行动吧。是。团长，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，你就等看好戏吧。好。尽管男儿的泪也照样会流淌，风再大吹不灭我的梦想，雨再大遮不断我的翅膀。虽然男人的心也可能会受伤，尽管男儿的泪也照样会流淌。